以 parking 很方便的，我可以趴在这边，不贵，对 entry，这里很多美食，烧包饭，然后 asam 还有炒粿条。 这里的藕煎很好，很好吃哦！来这里一定要买这个，一定要 order 这个藕煎。这个冰城粿条一定要试的，因为它是用火炭炒。如果来这里 order 的话，你要订的就是那个，记得要放那个鸭蛋。 Jawa 米是非常非常好吃。